来，跟阿爸说你现在上了什么课？什么？你现在上了什么才艺课？吃娃娃课。有认真吗？没有。还有什么课？第五课。有认真吗？没有。还有什么课？足球课。有认真吗？没有。什么时候开始认真？可以加油吗？可以。上完课回来可不可以自己练习？可以。做好你的事情好不好？好。画画是你的事情。还有什么是你的事？足球。还有什么？积木。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吗？可以。你的书桌可不可以照顾好？可以。什么东西不是你的事？东西还有什么不是你的事？抓壁虎。对，那个都不是你的事，那是爸爸的事，懂了吗？懂。捣蛋也不是你的事，懂了吗？懂。欺负妹妹是你的事吗？不是。那你可以不要欺负妹妹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可以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。今天晚上为什么会被罚站？刚才去拿椅子去敲箱子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下次这样怎么办？拿棍子出来打我，脚打到流血。真的哈。真的。晚上吃饭的时候要眼睛要看哪里？看碗。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？我没看好，结果打翻了。然后发生什么事？我身体都变红了。都被烫伤了是吗？是。现在做事情眼睛可以看好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加油好吗？好。